点头是什么？多尖尖请啾啾。好，晚上好。因为要把握时间，时间非常的宝贵。
伤济啊，佫无学足济啊，避免不要想。啊，这上面人在安排，电脑在安排，都有排。乐于你，啊，这鼻子我照出来。那么这鼻子是鼻鼻要较细只，啊，鼻鼻要较细只。啊，若要搬物件，你要搬较济，你要搬较济。你啊，看啊，坐，有一天这只鸡啊看病哦，啊，这主人就想讲，啊，伊看病啊，就搬少少啊，饲一只，了啥？了牛心，伊就想讲好啊，既然破坏，啊，都有一天这只鸡啊，那破坏过正啦，哦，破坏过正的时阵，这个主人就想讲，安尼好规矩来，怎来大这过正来就好啦，安尼啊，但是怎啊跟他搬走？我这个主人那么做展面吼啦，伊咱修行人会慈悲的心很多，但是这只鱼仔呢，一吐伊带落伊带落的时阵，这只鱼仔起初敢会哀，绝对会惊吓会哀，迄叫做伊拄着劫色。嗯，但是呢，伊当下做一个了，好比伊甲我带落，啊，迄鱼仔安怎，伊就一直害伊害，啊，伊吐敢会挂落，挂挂，伊带伊挂落，吐伊挂，哎呀，伊关起来。啊，你有巧无？有智慧无？我就摇伊，伊答应就伊摇伊摇，摇到尾啊嘞！这主人奇怪，啊，这只鱼仔是死去啊嘛，互咱带落啊嘛？为什么伊死去拢无咧救啦？等伊带到尾啊时阵，伊按落看，死去安怎？伊望低头来看一下，主人啊，我无你带落，我搁活活你只，那么过一千年。这有极势无？但是敢有存在？无存在。所以在这个时阵，咱有拄着这个疫情无？会在乎前面来给咱自卑，咱有讲师嘛给咱自卑。其实咱哩电视的报道，所有手机的报道，媒体的报道，咱拢了解这个疫情会使讲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怖。但是呢，咱个恐怖会。那伊用坏信息，好坏恐怖哦。就像我汉妈妈今麦带你去美医院，你爱做核酸加 PCR， 个当入去看，一个当一个人。所以呢，我发昨甲妈妈视讯讲话的时阵，伊讲我讲，啊，我听人讲，我等下后边面讲啊，好啦，免讲啊。就是讲啊，今甲我今日为甚物遐无闲，拢过来甲我看？好解讲，妈妈唔是哦，今麦疫情，我拢袂当去啊。哦，今日我小弟也会去尔，伊讲好安尼哦，我讲啊你较乖个哦，哦，而且这一年内底，这疫情可能造成足济足济不便，但是各位先生，你这当下，咱有法当安心入眠无？啊，就是讲咱的心安住会调个。咱有好时阵，老大人甲咱讲，病毒的传染拢是众生的传染，重要所变性。因为就是咱杀业太重，人啊像迄胎儿死的吼，可能来到这娑婆世界拢无杀业，就较无迄个罪业。啊，若互拍开三十六岁，啊三十六岁以前呢，吼杀一包拢食着吼，到尾穿口啊，啊入仙有班啊吼，会之前之前啊搁食迄，吼安西讲，啊就是真正做有够侪口业。啊，咱来讲一济，若像我这年纪的各位姐姐，咱拢会记得啊。在阿嬷饲鸡，拢用啥话咧拉鱼？鸡篮嘛，对无？大家来恁家用鸡篮嘛，人分鸡啊，恁家做侪，恁这大大家做的吼。阮阿嬷拢用鸡篮，我咧篮鸡啊，吼。啊，来咧饲抬一只鸡，拜拜要抬一只鸡，伊安怎有一个鸡篮嘛？我印象最深的，我阿嬷就用一锅米咧煮煮煮，伊就甲烤来啊，盖的啊，吼，上大只一只盖的，盖的了这只吼，就是因阿嬷要加菜。那么伫过去，咱唔捌的时阵，无了解因果的时阵，其实咱做了做侪口业。啊，即卖咱拢爱挂口罩，对不对？嗯。大家拢爱挂口罩，无挂口罩唔敢出去外口嘛。但是因为我讲话唔穿吼，所以嘛，你不挂口罩，我就唔挂。因此呢，伫这个一年内底，互咱了解咱要如何安心立命。那么，咱华富文书甲咱讲，德是保护所。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得不多的，伊是咱的保护伞。不在得中，得在行中。那么其实或许曾经这样子思考：，咱人只要若真正有热心来修万德，因果无量，
其实几岁要回来拢无重要，就像咱刚回家，夫子三十二岁心存不息，啊，皮做食到八百八，嘛不是存心的。咱只是八百二啦吼，咱只是知影讲以前移民迄个，人讲做长岁时阵，那么咱在道的保护伞内底，咱有一个舞台，互咱创啊天公立德。那么天公立德功德是咱的皇父。不像咱有讲师甲咱讲，所有的冤亲债小，伊只要爱咱的功德甲伊回向，所以呢，咱每一工暗时呢，都有线上的祈寿弥勒救苦真经，哦，伊个来神父领任，还有我们龙师弟啊，前线每一工拢有开一个啊，开一个吼、哦、平台吼、哦，互咱入去迄落。一起祈诵弥勒救苦真经，那么准备让我做回向，而且都有忏悔。这是讲咱每一个经验内底，我而且甲咱呼吁哦，伫咱的群组，咱若唔知影要入个群组，咱就是找咱的组长，找咱的责任人才，找咱的领任还是点团师都可以哦，就进入我们的群组，每天晚上来祈诵弥勒救苦真经，因为第一句阿弥陀佛啊，啊那一百呢？哎呀，所以咱集气就是集气，祈诵弥勒救苦真在集气。啊，天上天就啥，咱的显体冲天。那么显体冲天的，咱挽救到这劫数哦。因为道劫连降，以道来救劫，所以有只佛学跟咱共同来分享。啊，若要带度，咱会当甲咱领恩报名哦。因为呢，咱的点传师、领任、所有的组长、干部人才都有在带读哦，我们都是以身作则的。目前的讲来讲，跟着我来，不是你去做哦。所以咱也当搞神领任报名哦，啊，这位来员工有点奇怪，他们讲都不会说只有候选会的，弱可以，可能是候选的媒体太多啊。可能会听到。好，我看个进入咱的本题，怎么又没有改过去呢？珍惜着咱的结识，其实结识甲结经，因为我有啥物会用结识结经呢？因为我目前很慈悲，要或许学习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把酒杯杯都挂外边，不挂动作菜杯，因为呢，他觉得讲结识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印象就是说。那个历尽再坚进，成长未免虚，所以一直依着这个题目在做这个主要哦。那其实也更加就是一种感官哦，就是就是咱即阵的角色，啊，那条件嘛是咱即阵的哦，世境嘛是感官。所以咱老师慈悲，一切就是都是为着要丰富咱人生的经验。各位前辈，比咱一早的人，我无拄着这疫情，还是拄着沙士，一早会拄着沙士对不？啊，怎啊拄着这疫情？咱有拄着的人，咱是不是有增加新的印象？所以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你身历其境，必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其实这个逆境嘛，是咧丰富咱人生的经验。哦，所有的好甲歹，拢是咧巩固咱幸福、幸福的。伊有些咱来叫昨天已经办有啥物遮研究，我是刚来统计，包括台北昨天的时钟，今天还没有统计出来。我写的统计，我们今年按响只有203钟。啊，那按响四百几个千口的人才，为什么有203个呢？各位前线，咱只个辛苦也给你拍一个鼓啊！恭喜咱家。有信心啊！你办无疫情，甲咱干扰着，因为唔敢来，就是因为讲吼，啊像我为做老师啊，像我查某囝做老师对无？啊，不然我惊伊一个老师佫有来咧，伊佫较唔惊，即表示即个较因为吼，老师听话，老师若感染吼，转好听课呢，嗯，对不对？嗯，啊，所以阮会议台北伊佫要带三个囡仔吼，伊就唔敢去啊，来等下甲目前人请命，好，我可以。我们可以不用去参加吗？当然是预防重于治疗啦，吼，未雨绸缪。但是呢，你若万一无惊，凡世上天给咱做最好的安排，
嘛无一定拢会有代志。虽然但是不要紧哦，以防万一啦，这嘛是一个真好的这个信念。那么伫个人生过程当中，敢有着顺境？哎，咱嘛拄着顺境，真像我发伫过去咧，拢会感觉讲哦，我顺境咧，会使讲非常好报吼。但是迄阵吼，他拢会感恩呐，吼，他会积极可能也是有吧。吼，伫拄我建立一个修道的家庭，那么搁有咱啊先生的扶持，还有小孩子的扶持，一直在顺境当中来学习。只是呢，无法度学习到讲真正成功甲有成就出来。但是或许一直有信念在，就判断了这个人生里面下功夫哦，所以或许一直感恩这个顺境。那么也感恩我们现在的一个历史，就算疫情有影响咱无，你要去访亲，人会甲你讲啊，唔通啊，阮家吼有人无注疫苗啦，还是讲吼啊，阮家有老菩萨啦吼，不一定接受我们去访亲。所以讲，咱要带动到的、推动到的，得有所阻碍。但是咱们还珍惜，咱要如何突破？咱如果来让突破了后，得到咱人生开辟精彩的舞台，一定要能够精进哦。好，那么啊，而且呢，我发现有一个图片说比较灵活，安尼较袂忝嘛吼，安尼较袂忝。好，其实咱今仔有人看到杂草，有人看到枇杷。那么这杂草呢，它就是蒲公英。小姐花多呢？哦，伊嘛是比较成就了，积善成事，我那过
去跟世尊啊、修果行啊，所有的仙佛拢是依着伊台湾。所以修道人如果若无心愿志愿，无法度进进家庭。各位前线，咱今日若毋知，若无了解，今日是一个啊新春志愿班的这个事情，咱今日来来。而且咱真正爱肯定咱家己，咱今日有法度来入清好愿，咱毋是吃食菜人。我方呢，真该互我分享一下。我即摆是咧老王卖瓜子卖子夸我阿孙过离婚吼，咱水过院阿孙代拜阿孙回来嘛吼，就是咱目前人呢，阿孙也是互我阿孙啊，我洪运桥三岁半尔吼，啊伊回来是毋是咱要立院的时候，妈妈就带来寄婆婆啦。哎，讲我要去拜，我说你不用去拜，你还没有资格拜。哎，有讲不，你讲我跟他讲哦，那要亲口的人才可以拜。啊，他就问我说，婆婆，什么叫亲口？我就跟他说要吃素啊。你刚才问阿叔的我印象，啊，我本来就吃素，就可以嘛，跟再去叫人拜的，你有没有？哎，太艺术的都给你吃素啊，所以呢，咱哎，真正有心愿。咱来记哦，啊，那无，那我都真真个，嘛爱肯定咱家己，今日咱是，你个做需要素来面朝，入了清口愿的，端住面子。虽然咱那无真正家己，真可能会伫人事物的环境当中淘汰家己，因为咱拢会拄到哦，我们这个苦海的洪流，来咱来遮，过来看一块一块块啊了。你问讲啊，迄、那个讲师伊遐放咧一堆堆诶，要把握我们的资源跟方向，方向一定要对。爱听扯嘛，扯到东西来，我跟你讲，我们讲太多。好，我们走。对不对？向前走，向前跑。好，我们召唤方向。喝酒了。喝酒。时间的观点，咱互恁笑两届吼。啊，这叫做啥？这公老师甲咱讲，修板的上加啥？不怕慢，他、啊、来只怕站，他、嗯啊、来。对，好向后坐。哦，答对了，等下等下，我正领迄个牛肝啦，吼、哦。真的是这样，咱的志愿，甲咱的志向，咱的方向，甲咱的目标。因为你目标也对，志向也对，你就有愿力。啊，若有愿力，咱所老大人甲咱讲，只要你一点钟、一天有24小时哦，有两小时是咧关心道路，咧关心我要如何来成就我家己，如何来成长，那么要如何去度人、去宣传道亲，互因会当甲咱相伴。只要咱有这个心。一天两点钟，逐天要用两点钟在遐思考，而且甲行进哦，还有经营的，茫变哩出面想哦，我只想要去读啥物啦。可是电话也无卡，人也无去，安尼敢读会成？绝对读袂成哦。而且咱有这个人事物的环境当中，甲咱淘汰，因为人事物的变化非常非常侪哦。因为咱拢有七情六欲，甲咱绑架死死死哦。所以呢，而且咱还非常的谨慎。真正家己实践观念，老师，这讲老师个人慈悲哦，要修道的功夫，一天比一天的进步，爱修到会当一天一天进步。各位前线，咱要有进步，有进步，绝对有进步。因为术业有专攻，对吧？每人无同款方面的这个成长，哦，啊，咱一定有成长。那一早我发脾气真正足歹，我江先生吼，江安祖吼，讲哦，坐到你这个车查某有够歹。啊，那阮祖娘讲，妈妈亲像武则天，有够严的。但是咱还是会，咱一定会不染无情啊。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在进步。咱的毛病啊有哦，昆德毛病、天德毛病无同款。咱目前人有讲，吃喝嫖赌淫，啊，叫啥？什么拢会，但是我无啥物歹习惯，我都是了解你。各位前线，还吃喝嫖赌淫，迄不是毛病习惯吗？歹习惯，但是咱进入道场来学习，咱绝对无这个毛病。那么习性，一日比一天爱早起多，那有啥物习性？
咱人的习性上界恐怖习性叫啥？海苔。我们咱讲的海苔，像即阵的疫情，我来当关在厝里吼，大家不要追剧，你知无？好。但是咱像我接到这个课题的时阵，该紧张。哎、欸。对。啊，干么？咱个会当比较追剧？哇，会使啦，爱精进，是毋对？爱把资料整理好，好。啊，未晓爱去问师傅，对不对？所以咱的习性，因基础是本身性相因，什么习相关？那咱上爱拥护的是咱的海苔心。咱今日也是修道人，咱这个老师甲咱讲，无法真灵看过一片幸福。伊讲伫即阵疫情的当下，各位前线，我们切记切记，要记住我们是什么？答。答对了，来，各位刚才前面这边，没有天使，我还得了第五个老弟勇敢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修道人。因为你若无记着你的本分、你的身份，其实咱真容易或者把咱水拖掉。所以咱而且爱做到精进的功夫。那么伫佛法的体会，咱今日进入道场了后，咱有啥物十五条规，其实大家拢倒背如流。可是要怎样落实十五条规有困难，而且佛法甲咱做一个复习。时间的关系，我怕错发音的哦。啊，第一条是什么？尊敬先佛。啊，咱为什么要尊敬先佛？所以咱来教佛堂要先什么？先参加。啊，参加一定先参加先佛哦。先加诺贝尔三鞠躬，来咱教参加我们的前人、副前人、各位典藏师。啊，为什么咱参加前人、副前人、各位典藏师？要去参加伊。这个学习不是参加的学习，是参加咱前人、后人、各位人士的什么天命的殊胜。因为如果他们身上没有济公老师给我们的天命，其实咱伊嘛不需要咱参加，咱不参加伊嘛是安尼好好，不是讲我流鼻水你教我参加，我流鼻水就会好，嘛袂好。所以咱今日尊敬先佛，就是尊敬台湾哦，敬敬。伊的这个悲观心，来第二尊前提哦，尤其是爱护习一个哦，啊无爱去，迄个谷歌嘛有哦。尊敬先佛提携伫咱的佛法，尊敬咱的前贤呐，哦，咱的前辈者，咱有尊敬无？其实，就像咱的前辈者，咱看到拢会讲啊，前贤你好，前贤慈悲，咱就是该做一个尊敬。其实前贤不是比咧。较侪会叫见面，哦，闻道有先后，啊，就是讲，啊，伫道场，咱真正做有德性诶，咱爱甲伊尊敬，着咱诶见面，啊，体会着咱诶佛法。第三，在中恭敬，在中恭敬是迄个释主甲莲佛带啊，西装穿诶叫在中恭敬尔，这是叫做有形上诶外表，其实是咱诶内在，哦，咱诶内在，咱诶心境，爱心无杂念。庄重自持，道气不是用咱平常讲的讲啊，这个人做道气，是咱要如何让别人啊来体会、感受着讲，哎，安尼这些国家做道气，像咱的前人、前人的道气哦，是咱一看到，我们就有染了一个尊敬。那么这就是讲，咱建立是内心的世界，爱如何进行。来，第是循规蹈矩，哦，循规蹈矩，就是讲不为良心，所为利己。那么积极武器呢？积极武器，各位前线当然有瓜干的。那么咱瓜就是讲，比如讲咱即马整理环境，咱一有上堂也好，爱想也好，我们都有分区的负责，哦，啊这有爱积极武器里面一定啊。因为如果你若无一间武器，一间佛堂会安怎？镭照起来，就一工一工个愈来愈阿杂。今日来入班，咱今日入班，安尼有清气无？有、嗯。爱感恩啥物人？感恩咱个前前贤代表。因首先爱来做整理，爱来洗便所。就像咱昨开班了，我就看到咱面相面在带着伊两个查某囝整理便所，卫生纸洗便所，互咱今日一班个前贤，佮会当享用着清气。这是功德无量的，
吼，互我伫遮讲吼，是讲互咱做诶，啊，其实道理是讲互别人听安怎，留咧家己用诶，吼、所以呢，伫遮咱来体会。那么若伫咱上班诶即个格局内底，还是讲咱今日是一个上班诶人才，培养诶天才，咱有啥物使命？还有选立道场，因美立功。那么第六用心听话，爱以代替为重。如果像咱今日新村官，咱有时啊爱以代替为重。我出无闲诶，我嘛想爱去趁钱。像我洪金龙前线呐，伊个上班拢拜六礼拜，我今日看到伊诶邮来吼，啊爱讲三个，所以拍伊面甲头拍三个吼。伊讲伊即马吼，为做工作，迄肌肉比较多，会感觉给我家增三个。那么我有啥会家拍三个？其实我是家恭喜，恭喜有法度人识代替。啊，若袂坚持去赚钱的，伊就爱甲人调班，啊，无就爱请人去做伊的班。这叫一种重视循环，因为新春官是咱今日先靠以上的人才，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设定的一个非常舒适的班。因为原力才有法度让消业力。你新村的业力了后，其实看只要咱有三分的信心，上天就会助咱七分工，补十分工哩。所以而且会使讲非常的甲咱恭喜。那么谦恭和蔼，啊，咱来到道场，咱拢非常的谦恭和蔼。那么你要达到谦恭和蔼，一定要先放下自我，哦，恭敬着咱所有兄弟姊妹。那么不弃信运，体会不易。依魂行，莫走形象，莫走形象。但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修道人，咱穿的衫还是咱的仪容不庄重哦，不整洁嘛是袂使。那么你现在莫走形象，也讲叫咱不出不下，啊不出不下，也袂讲咱唔忙着想，人想我想，众生想，想家想，思想爱我都要扫掉，扫什么心，搁爱回思想哦。那么依咱的自信做主，依咱自信去做主，把握当下。那把握当下，以静默做主的时阵，其实咱的思维拢会当合乎佛的正理正见。如果咱若无把握当下，以自信做主，咱的色心做主的时阵，咱拢就是有对待哦。啊，迄个较好，迄对我较好，我调伊较好；，迄个对较歹，我调伊较歹，会有这种趋向。手续必清，内清其白，无贪无妄。是像咱负责，咱道场的会计，哦，咱即马是咱恢复名人甲咱自备。那么，佛法即马负责着咱花莲建设基金的会计。佛法伫即个收甲去，来甲去，爱非常的清楚。阮的明师长爱记甲非常的清楚。啊，佛法拢等下100万的时阵，佛法会去对。回去咱花莲财团法人一贯的义和信等建设基金的账户内底，就是个集资会。等下咱简经理会甲咱做一个报告，吼、哦，咱花莲会堂的这个建设出各方面，啊，就是呢，咱建议本来拢是对李天来观太佛祖。那么咱今日修行的目的伫底，就是咱的灵性会当归根复明。那么咱灵性要归根复明，到条件。绝对有条件，啊！透过立愿、了愿来成就咱的五大条件。搁前面飞天的五大条件，咱听过几落解？解几钱？念念心。解几钱？首先爱修戒律，所以要修五戒，对不对？修戒律来爱修念，爱合乎佛的正理正见，来爱恢复。恢复足重要诶，哦！恢复人总会讲吼，无代志就好，有代志你著试试看。来各爱上管念，绝对千万个里面不止一个时间，你要有心者，一道心来带咱拄着咱德性，咱今日才有法度人伫关了关归根成佛。但是呢，咱伫咱的这世间法内底，其实咱修观的过程内底有足侪经书，那么呢，一定爱会到承上启下哦。这个人才对咱的承启下，就是咱的。道亲，你所负责哦，领导、副辅导的道亲，来，就是爱对组长、组长对领领，爱个承上给典传师哦，亲像咱阳明华理论，啊，
来用两天一班的人数甲名册，就是说会当入几个伊的事先报互他哦，啊，互他正搁伫今日转到明仔来核对，伊所报的人数是毋是正确，是搁一组唔对，搁一组会报出来，我们再做一个检讨，再呈报给我们的付钱人，这个承上启下哦，请求让付钱人嘛，哎，他承上的是谁？周前人，那。目前的是我们爱想的领导点人师，我们几位点人师呈上就是领导点人师、哦、那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做到这个啊，这个点要做得非常的彻底，不论系统，不论系统也都爱惜那个心情，我们说哎呀对他喝的啊，你来我厉害，我努力做点传师，你来我厉害，我努力做生意，啊你对人家这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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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要要跳倒转来，你无咱来跳转来，千千万万唔通紧压着金山。咱等下咱的原本哦，咱前人是要渡过，叫咱爱紧压着金山。爱紧压着啥物金山？对咱何老建议，天爷何老建议来教咱李秀才老师，来咱邱建议，来咱傅建议，教咱各位点暖书。这条天边的金山，只要咱拦无掉哦，啊，若唔捌的时阵，就是爱问。唔捌，一定还是爱问。你有滴问，人讲好问则愚。你有问，你才会晓。哦，啊，有疑要必问，啊，无你会产生了困扰。那么，爱惜动物，咱拢知影哦。有当个物件，咱绝对袂使讲哦，这个我有需要，阮当初需要一条椅啊，阮当初需要一个拜垫，一人客等于敢会使？哦，一个客人等于咱明明就无拜垫，咱何拜？哦，所以咱一定爱非常的一个谨慎。动作拢是咱家己，但是咱来好好甲报效，来学习佛法应书，佛法应书爱学无啥物中道。咱即个老师甲咱讲，一定爱修中道，到咱生生不息。啊，无时啊，咱做了偏差，咱佫讲啊，我是佛法应书的，哦。啊，这佛法应书是咱的说辞，当然爱佛法应书，但是咱一定爱修中道。那十五经验成灵，经验成灵上最困难的啦。两蕊目睭，两个鼻啊，两个耳啊，哦，多看多听多闻，爱这样讲讲话，哦，因为呢，爱谨慎着咱的言语，啊，谨慎着咱的行为。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厌恶，哦，这叫做经验成灵。那么以上这就是咱。十五条佛规，互我今日阁摕出来，甲咱共同来做一个复习啊。修法当中，唯有精进，咱的德才存吼。德是累积来的，有德靠根基，办德靠天时，修德靠啥？用功。啊，若修德爱靠累积，毋是已经求到你就通修德啊？当然，修咱一条回天光明的大路。用书一记，哦，对李天甲咱记甲咱这個，咱义子中央会万八德超啦，互咱了解讲，哎、欸，原来阮自修佛多一只，啊，我这点自修佛，临终之后真修实咧，下来甲咱讲哦，真修实咧，就当回到李天，归根认佛，止住轮回，哦，所以咱的德，就是伫咱这個修行过程内底，点点滴滴的累积，多一个人。有三分的功德，上天做七分。虽然咱无着功德上，但是上天甲咱记住。那么咱在用咱的功德水洗咱的心性的当下，慢慢存好咱的心性，然后慢慢的光明。那么咱的行呢，咱要行修办的这条路，就会愈来愈大。人讲康庄大道是靠自己去开创的，毋是先父甲咱开创，嘛毋是点本书甲咱开创，爱靠咱啥精进。甲咱的真心，道心、利心、天命心，啊，咱叫做啥？真心。只要你有真心、热心，咱就会开转。那么爱有观，才会当真正会去实践。那么你将来好好跟咱共同分享，因为呢，这是咱啊外宗的单位呢，他们啊经济年的一个四个要项。那么好好嘛，你将跟咱共同来做一个啊探讨。第一，讨论团结共心的信号。咱一个家庭，无几个成员，我们要不要团队要整合？
每个人要同心同德，要不要？这个家能够幸福呢？因为幸福是太多，幸福不是目标呢。咱每一个人的态度，若拢会当明理，这个家庭就幸福。那么，咱今日伫这个相关的团队内底，除了以儿信徒辈，但有咱爱上，甚至到咱义和，跟咱所有一贯的大德配，哦，何阿妈拢捌去参加开会吼。啊，整个我们一贯到了大道的，一贯到了总会，所有的道亲都要团结，而且要做整合。那么咱今日伫遮，咱有这个人才有组长，吼、哦，单组人才，这个人才组长领领，甚至甲点文书、甲咱付钱人，我们要做团队的整合。那怎么整合？不是制度，或许是制度可以管理人，没有办法管理心。怎么整合？同心同德，配合同心同德，我们才能够团队的整合。尤其第二点，他说建立基层道路的扎实，那责任人才组长有没有在动？领证有没有在带动？点传师有没有在带动？啊，付钱人那一天或许办完到吃完便当，还好那是吃完便当再给候选蹲蹲教委。如果在吃便当之前就蹲蹲教委，可能那个便当就吃不下去了。哦，付钱人给候选一个蹲蹲的教委。什么多元人才的接力，你如何去培训你身边的人才，巩固人才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带动道路。啊，无你点人数当然一手两脚的，哦，你无三头六臂，无法度人带动，一定要有人才配合。所以新春宴以后，或许一定会请我们资优的人才，哦，来。请目前人做一个慈悲开始，来给我们做一个鼓励。那么他经过他的鼓励以后，也期盼我们每位组长人才，大家真的能够同心同德，把我们的道路真的推动的道路红展，转化我们工作的承接。或许常常听谢德祥前人的这个演讲，我们 YouTube 就有了，或者都会点个。打个谢德祥前人，他所有 YouTube 他讲的课就可以出来，让我们点进去听，或许就会觉得说他没有讲很深的道理，真的，他只有针对这个人才，他分在哪一个组，这个人才他分在年轻人分在哪个组，他就经过这个组长的培训，他承担的工作就是这个区块而已，没有一个人做十项的工作，这是后学也需要去检讨、去学习的地方，这是互相跟共同分享。那么，他有三线共共，就是讲对咱家己开心。因为你家己也无发心，其实道路要方便是困难。由咱家己发心开始，到分堂、到区，或许这边有区，就是我们 A、B、C、D 区，我们爱想有四个区。那我们四个区里面，要同心同德、同伴同诚。那到我们道场，到我们一整个一和圣堂，到我们一贯道的大道体里面，我们都是一体的，这样才能够同心同德。那这两个字，的确，经济的四要向来对符合一个感受。像这个感受就讲，希望咱每一个人才甲符合同款，咱拢会当配合。哦，只要你若配合，道路绝对成功。啊，你若讲爱得迄迄得无推动，带动是咱诶点传师啊，你啊连做掉诶代志，拢无好诶代志。其实算是毋是点文书，你啊连甲做掉，算是是啥物啦？因为大道理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让我们有疗愈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的白羊舞台。像或许都很钦佩我们的美香玲呢，她每天不管是一和圣堂的工作、爱想的工作，她都全力以赴嘞。我看伊咧布置咧一和圣堂，逐工咧摆休困，摆啊休困，就爱去一和圣堂，啊，带着两个组囝，哦，啊，有时候有人才配合，无就是三个，我看伊默默耕耘。其实我们都要向前行，踏起，哦，那在这里这个下来。是在修办才能够怎样会命有序，
其实道路要方便也是很简单吼，毋是爱搬一片大道场，但是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去做吼，因为道就是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去生存人。实在修观慧命有心，一句佛语能开启众生修道的慧命。那么这就是道人哦。那么道人伫青阳、伫甲阳、伫咱敢有机会？无机会。即个北洋天的应世三者，大概普都是万个机缘。我们要把握当下的机会。咱道人只要嘴若开，安那道亲就一大堆，脚若行道亲就是山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件善行，能增厚众生修法的勇气。其实咱修完道亲，去风亲，换着咱的敬果五粒红果。各位浅浅，道亲敢是爱咱的五粒红果？不是啊，哦，真像我今无啥爱食红果。你看红果来，我也感觉讲敢是相当。但是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道情，咱的道情，咱的关心。啊，你即马身体好无？啊，你种种的关怀。啊，这位亲像咱议员组长徐雄朱辉哥，这位食饭，你种的道情，其实咱就是咧心转道亲。所以咱丈夫前阵同咱讲啊，上有佛道，咱要学习精进，就是要下化众生。哦，咱是讲的叫对生活无偏避，以及良心本性做出认真付出，运用比有限的生命，延续无穷的慧命，耽误起咱化众生达彼岸境界。2月11号呢，或许把这句话拿出来跟各位前阵分享，也是咱济公老师所说的。有一刚吴家慧讲师讲到这个点，讲你只管你只管善良，上天会为你考量，对不对？真的，一本万利。只要你有善良，啊，你善良是要做啥物？普度三者的这个善事，帮助兄弟姊妹的这个善事，啊，上天敢会为你考量？会，或许来分享，或许就好，或许承担这个课程的前几天。就是这个礼拜里面，或许曾经常常跟或许的江孩子说，或许要不要迟到这个课程？因为或许生病了，哦，感冒，那个感冒是流鼻水少对不对？和我感冒感冒哪会咱拢知道的情形？感冒拗口，啊，江孩子是推拿师对不对？一天推两次呢，不推袂好个对啦，哦，啊，原来感冒风寒，伊甲我讲我可能寒。哦，你莫乌白讲，我有流鼻水，也无嗽，也无发烧。伊讲有可能嘛，无迄我安尼推筋络，佫袂放袂赢就对了吼。那么好险嘞，上天慈悲，给好险一个小小的指引。伊讲吼，你去找伊对面的这萧医师看下耶，阮重要一个萧医师吼，我发现叫赞美，一赞美嘛，甲我讲江妈妈，因为阮亲亲的同学吼，啊，所以伊那会叫我江妈妈。哎呦，讲真嘛，你感冒？我讲哪有啦，我无发烧，我流鼻水也无嗽。伊讲感冒风寒，啊，感冒风寒，我鼻喉孔的这鼻了。有白听你拢敢知？我发烧，我五六年拢毋捌感冒啦，啊，一届有感冒。那么后续有这个愿力的时候，不敢辞掉这个使命的时候，上天有没有会后续考量？哎，真的好起来嘞！我跟阮先生分享讲，我将来如果哎呦，破病了好起，感受那天差地别。我迄后骨是，迄筋啊，想要插断脑筋啊，去看西医讲这是插断脑筋。但是两位阿都拢无管啊，你叫我插断脑筋，真恐怖吼。所以绝对为你考量。所以或许拿这句话来跟各位先生分享吼。生命不离心哦，本事不离心哦，本事几颗。刚才才跟立法组长在分享，因为或许接到我们看护跟或许的一个报告说，妈妈昨天晚上发烧。各位前线，心若悲诉，心无奈何，是安尼到这娑婆世界。好啦，咱拢想完晒啦，哦，啊若病甲苦，到我都代替妈妈即摆艰苦，迄款老母呢，或许可以代替她的苦吗？有办法。或许的感冒，头痛的要命。我们家没存，大家都打电话的，他可以踢我吗？所以，我们 人生一定有这些生老病死的苦，才要修道。但是，我们有一个慧命，早上
我们吴讲师一直跟我们强调的一个本质基础的自信，就是我们的慧命可以圆起，因清净智慧而不生不死不老不灭的智慧，我们要回天归根复命的慧命。刚才后者有强调要有回天的五大条件，各位姐姐，我们要真的珍惜这五大条件，如何去储蓄我们这五大条件？你储蓄有钱有闲的金钱也是很有用，我们可以把世间财化为火财啊。接着下来结论，因为新春宴等一下要写一张新春宴的表，真诚的布施功德无量，孝悌金贤一箱一百块哦。刚刚简经理带来的财务报告，不然心烦是赶快的发心。那一定还有一定的邪物哦，不是讲今日咱发啊，目前很大的讲文文了，也叫咱写一个文文单、文文单、文文单，不是要爱咱的钱，是爱咱的发心，欢迎付出，感恩接受。因为你付出才能够结出，你今天有投入，你才能够生意。关心不懂，胳膊不懂，那么当然咱在过世的同学，咱三门退空，风云真正圆满。简经理，请上台。快点，等一下又抢到我们目前人的时间，因为花莲中心佛堂的建设请我们简经理、点团师来跟我们做汇报会比较清楚啊，只剩下六分钟。我每次都接受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但是呢，修道就这样，使命必达，对不对？那是。我们来如果讲是各位浅浅，打给我吧。五万，那点啥是五万？那的心情就想起哇，还想起哇。不要这个音哈，这张希望在当行用，最好能回复，不然结果就没有。是。我按你的话呢，注重修多依然，那么第一个目标，我们建议做教师做一件事，不断的多的，那么舒服啊，在这里上归你来哈，剩下的空掉全部了。但是嘛，算讲在健康部啦，啊，行到介顺啦，啊，所以一花莲啊，这个后山的所在，咱希望会当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在咱花莲一贯的个性的爱享花莲佛堂，啊，这是咱或许的一个愿望，啊嘛是很多前贤的一个期待。啊、所以这个教员的情形呢，当然上天的主意，那么就归家多的。啊，加上呢，因为咱台南的教员，会使讲是，对于华人的小学生，会使讲是教员的教员。啊，就对于这归家多的当中呢，无怨无悔。啊，所以在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那么华人的。我想今天就给有了来这里做一个汇报，这个就是华人等的企业当中刚刚的这个汇报。那各位看到这张图是咱未来华人县府起起来的这个正义的大观，各位安尼看过？这重要。中央中有水啦，水中有重点啊。那么这两栋一栋较大间，这个是咱的中心分堂，伊是边啊三楼，啊中呢两楼，二楼做跳高，啊对面这栋是咧起做咱的招待所新的，因为咱花莲呢好山好水啊，空气好，人气什么都好，对不对？不会很危险。啊，所以就这这个台湾的这亲友也好，还是友亲也好，大家都学学功课，有时间来华莲行行吼，在后山
空气真正讲是品质袂歹，啊，食个水嘛也较无污染。啊，不但安尼咧，讲话讲太济，